信道上里面，我也在这个921那一年连续七永日在仙佛寺千罗禅堂七永日的念佛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的时候，第四天开示了，若是我当下所讲的所禅解的四十八大愿，当时阿弥陀佛若是真的有发四十八大愿，而天地震动相辉映的时候，即是正法。结果讲到这里十五分钟后，尼泊尔发生了大地震，8.3级的大地震。这个也是相辉映了。那么相辉映到这昨天乙未年的9月7日，全天整个一天在台湾一直的大地震来相辉映维新道藏出世间，已经到顶点了。到顶点来就成就为世界和平灯塔，就是维新道藏的妙法利人天啊。再加上我们维新圣教依教奉行的每一个关节每一个时刻，今天就久久登高了这前一日我们等下继续还是要由我们幻贝法师圆满法师来带领的我们的幻贝法师一起来香花果串金银琉璃珠宝在这里供养金宝华宝，这是相辉映即是带领的当下我们从天上界来到地球投胎之后，我们的灵性要超越，我们的灵性一定要成就，我们没有时间拖了，没有时间可以在世界上享受一些贪嗔痴三毒这个罪过所以今天9月8日避天泰三阳开泰喜报三元的好日子呢，当下此时我们在天禅为各位来禅解昨天9月7日我们维新道藏的开卷实坛圆满固守地球500愿，地球以外的十法界世界再加上当下地球要固这500愿要固，那就是要依法仰仗王禅老祖师尊的慈悲，玉皇大帝的慈悲来赐我们地球平安龙天护法诸佛菩萨祝我们地球平安，这是我们的真实意呀！在这里祝福各位，我们的祈愿的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皆得圆满呐！祝福各位。我们。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大天尊南天33天玉皇大帝诸天圣神活菩萨今日今时维新圣教维新弟子代表国会大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是7月22日是我们感恩的日
啊，若是没有三十二年前七十一年的今天，啊，大慈大悲台湾第一代祖师，台湾祖师的慈悲导驾慈航，啊，以及中山大禅寺谢妈妈、谢老师一家人勤修，啊，慈悲的牵引，过两天命，啊，开启蓝天圣门，到现在已经三十二年了，七十一年的七月二十二日，现在的时间。我们在中山禅寺的前身龙凤宫，啊，一行九位，啊，前往台东，啊，卑南乡大武山林，啊，开启蓝天圣门。在明天的晚上三更半夜，等于二十四号的子时，开启蓝天，啊，从戌时一直开蓝天门，到子时在玉皇大帝今年金龙座前，啊，到现在已经三十二年了。啊，三十二年来，台湾祖师的慈悲，啊，恭请当下世界要和平，必须要有王禅老祖大天尊的导驾慈航。所以一切的经过，在混年修真宝道绝经，啊，也说了很清楚，开示了很清楚，啊，今天就不再重复一遍。三十二年来，从无到有，我们所感恩的是王禅老祖师尊，啊，一点一滴三元起家，天地人三元起家，啊，这个悠悠岁月三十二年了，王禅老祖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易道，以利他的法则，啊，所以成立了二十一世纪台湾新兴宗教，也是地球上新兴宗教维新圣教，啊，里面的内涵我们也都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啊，一言难尽，啊，那今天我们在这里三十二年的当下，在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啊，在这里举办，啊，谢天，要祭天，祭天就是要将王禅老祖师尊导驾慈航传的这么多的妙法，也给我们各位这么多的法师讲师贤士，大家一起弘法利生，宣扬天威，宣扬天威是非常的重要。天威是乾卦，乾为天，善良开泰，啊，纯良就是天，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同学们，所有贤士们，我们要以身作则。学习把心量放宽，
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来祈福，为民族来祈福，祈求民族的圆融，不要再有过去5000年就有3762次大小战争，分化出15615姓氏，这是悲情的中华民族。所以在今天32周年的当下，我们深寒了啊，我们要祭天，要谢天。祭天就是要将我们所修行的成果，啊，王禅老祖慈悲，啊，玉皇大天尊、龙天护法、诸佛菩萨慈悲，啊，允许我混年成立易经大学，啊，成立维新博士班、硕士班。所有的维新博士班的弟子们，你们一定要珍惜你们当下的善因缘啊！所以要你们将一切老祖所传的法成果啊，在这里要禀报，祭天禀报。这最好的祭天就是将所修行的成果来祭天，来谢天。好啦，我们所有的其他讲师贤士们，你们就以平安，你们的平安来祭天，你们的成就来祭天，啊，你们的和谐来祭天，啊，你们的啊，世间的凡尘事都能顺利来祭天，当然这要有法，所以说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的啊融合为一来祭天，这是最上圣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在诸天圣神、佛菩萨光降的慈见之下呢，啊，我们在这里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息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共同的天命。啊，所以台湾祖师爷他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道驾慈航，他来了在32年的当下呢，啊，就跟王禅老祖说了，啊，你跟我有约，啊，有500罗汉、500尊者都到地球上来守护地球，啊，那么你要把500罗汉找回来，交还给阿弥陀佛，啊，能回归到西方极乐世界回去。啊，在30年来，我寻寻觅觅，啊，一直啊用各种方法，啊，来寻找500尊者心法，结果我找到了，啊，我很高兴。所以我们维新贤士同修们，啊，我们大家要学习王禅老祖的慈悲，所以老祖才给我们啊一对的对联：维新世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尊严，为民祈福定太平。
平，做出唯心圣教的。那么今天甲午千秋，甲午年最不平安的甲午年，好，老祖慈悲，还是我们三月三日深潭，在台中道场世界和平原点，好，七天的法会的圆满哦。然后五月五日也在台中道场三永日的七安消灾化解法会也圆满了。最怕的就七月七号这个灾难将延伸，会灾难呢降临到当下，所以王禅老祖开示要台湾平安，护国息灾，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所以在七月五号深潭，结果高雄发生了这个不幸的气爆这个也是在开示我们台湾需要平安接着这两天北部新店又发生了瓦斯爆炸，震动了人心，这个都在警告我们台湾的公共安全平安当政者一定要很有智慧，除了这样之外，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自求多福自福自我求，受自我修。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们一定要修，要诵经，要祈福。好，那今天呢，七月二十二号，我们在这里也深谈，要谢天这段时间来已经过了半年多了大化小，小化小化无。在农历的十月十号到国历的十二月二十五号我们又要举办一坛双十，天心与人心合而为一，总共二十五天的西安消灾护国息灾台湾平安的法会，世界和平的法会，这个都是我们从今天的这个法会，谢天法会的延伸出来的，给我们祈福的方向。所以我们今天在维新圣教南投市文化路呢，705巷667号易经大学，在这里八卦圣城维新圣教总坛，在这里深谈谢天与祭天我们希望做三天的法会，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本着大慈大悲的心，你们都是活菩萨，天龙护法，你们光降当下在这里为国修道，为民来祈福的法会。所以这三天的法会是很殊胜的七月二十四号礼拜二晚上七点，是二十四号的晚上呢，我们在南天门的圣地释放烟火来祭天，来谢天这个将我们的心和天心合而为一，共同来祈求龙天护法、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在这里祝福各位
啊，做三天来都会很辛苦啊，这个法会啊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义经大学规划院院长张昌明董事，张昌明院长啊，还有圆普法师来负责一切的啊工作布置以外，啊，也由啊我们啊维新圣教总本山圆寮法师，啊，他全心全力的将一切法务安排，啊，黄辉荣组长呢，啊，他也非常的辛苦，啊，不眠不休的将一切资料，将师父所传的一切资料呢，好，都把它整理了，啊，尤其呢，啊，我们这三天我们的法师，还，啊，由圆蒙法师带领的所有诵经法师，啊，也我们所有的啊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啊，我们的贤士同修，大家同心协力宣扬天威，宣扬天威，啊，宣扬天威，才能够啊护佑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啊，以为本愿，祝福各位，阿弥陀佛。圣教教主无量寿妙智圣华禅老祖，师尊大天尊，诸天圣神佛菩萨，我们在座的维新贤士代表法师讲师，贤士同学们，阿弥陀佛。今日今时甲午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未时，正是本维新圣教开天三十二周年整整的法会日子。我们承天威光，承台湾祖师爷的慈悲，谢妈妈谢老师的指引，才有今天维新圣教的成立在世间，啊，才有今天维新圣教成就为世界和平灯塔在台湾，在台湾的维新圣教。